宝蓝，戒指掉了吗？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哪儿？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朋友们，这是哪儿？是天国吗？天哪！天哪！朋友们，这是乐高城市度假村。什么度假村？天哪，好好啊！天哪，快快去到处逛逛吧。跟着我，跟着我，这里很好。我们坐轻轨去游泳场吧。宝蓝啊，我好想坐这个轻轨来着，快点去坐吧。哇，走吧。感觉轻轨好好玩，好紧张啊！这真的好好啊！我也要去坐那个。真的好好玩。快点过来，大骑士说。好害怕，宝蓝，好想去吧。自动滑板，我要先坐。我是第一，我要先坐。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对，吃点东西吧。好的好的。出来了出来了，饮料，好好吃。Yellow。 Red。 好好吃。哪里有音乐声啊？音乐很好听，快点去看看吧。好的，走吧。城市度假村，好好啊！真的好好啊！这里有戒指，戒指。赶快找戒指，然后回家吧。好的，走吧，走吧。一二。终于找到戒指了。哇塞！
外星把蓝找到戒指的是外星爱上。今天去新兴城市度假村感觉怎么样？没有去，没有去，我还游泳了，好开心啊。那我们下次再更好玩的玩具回来吧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了，柯南柯南。